你睇下，嗰边有人玩白浪风帆啊！系喎，啲白浪风帆色彩缤纷，真系靓。啊，而家有风吹紧，啲白浪风帆行紧噃。华仔啊，你见唔见嗰个人唔停将个帆转动，又不时摆动个身体？系噃，佢点解咁做法啊？哦，佢系要令到身体保持平衡，同埋借助风力去使好只风帆啊嘛。我明白啦。啊，嗰边有人放风筝啊，不如我哋过去睇下咯。好啊，嗱，不过唔好去咁耐啊，等下翻屋企咧就夜噶啦，系啦。快啲开风扇啦！哇，好热啊！湿晒。开个风扇凉下先。啊，舒服晒。系咧，哥哥啊，点解把电风扇会产生啲风嘅？你知唔知道喺我哋周围系有空气嘅？我知啊。其实空气同埋风嘅形成系好有关系嘅。当电风扇未开动，屋里边嘅空气唔流动，咁咪冇风咯。但系当我哋开咗风扇，风扇叶就会拨喐附近嘅空气，咁我哋就感觉有风啦。咁天然嘅风系点样形成噶？嗱，等我哋一齐嚟做几个简单嘅实验，你自然就会知道噶啦。过嚟帮我手先啦。嗱，呢度有一个又轻又薄嘅胶袋。同埋一張凳，首先將呢張凳放喺台上邊，然後將呢盞酒精燈放喺中間，跟住我哋點著佢，最後就將呢個膠袋笠住張凳，好似咁樣。嗱，你細心留意睇下個膠袋有咩變化。啊，個膠袋慢慢長大咗啊，仲慢慢升緊添啊。嗯。点解会咁嘅？最初胶袋里边系咪有空气喺度嘅？系啊。点咗啲酒精之后，附近嘅空气遇热会膨胀上升，所以个胶袋就会胀大，同埋啲空气一齐上升噶啦。诶，不如咁啊，我哋再另外做多个实验嚟。好啊。啊，哥哥，你手上边呢个好似风车嘅嘢都几靓喎。系啊，嗱。呢度有几支蜡烛，你帮我点着佢啦。嗱，你睇下有咩变化？啊，真系得意啊！个风车而家开始转动。啲公仔仲跟住喺度旋转添噃，你知唔知道点解风车会转动嘅？我知，点着咗啲蜡烛之后，蜡烛上边嘅空气遇热就会上升，咁就使到上边嘅风车转动啦。我哋又睇下呢个实验啦。呢个箱上面有两支管，喺其中一支管下面放咗一支点着咗嘅蜡烛。如果由另一支管入啲烟落个箱度。由烟移动嘅方向，就可以知道啲空气系点样流动噶啦。蜡烛附近嘅空气受热之后会向上升。旁边嘅冷空气于是流向蜡烛，而箱外边嘅空气就流入箱度补充。其实大自然里边亦有相似嘅情况噶噃。地球的外面是被一层空气，即是大气层包围住的。由于地球是个球体，部分的地面受到阳光直射，另一些部分只是受到阳光斜射。受直射的地方空气比较热一些，于是膨胀上升，而附近较冷的空气就会移动，填补上升空气的空间。於是就造成空氣的流動，亦即是風了。
气流动得越快，啲风就越强劲。我哋睇下天气先生嘅预测啦。啊，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六点钟嘅气温系29度，湿度75%。而由昨晚午夜到今天下午6点为止，天文台系冇哥哥啊，头先听天气报告话吹东南风，究竟是表示风由东南边吹嚟啊，抑或吹向东南边啊？哦，其实你呢个问题咧系涉及风向嘅，风向就是风吹嚟的方向，所以东南风咪就是由东南方面吹嚟嘅咯，而东北风就是指由东北方吹嚟的风啦。在天文台和气象站那里有一种测定风向的仪器，叫做风向标或者风向计，有风的时候这个风向计就会转动，箭嘴指住的方向就是当时的风向了。其实我们都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材料自制一个风向计的。那怎么做法啊？可以在一块四方瓷砖上面设一个转了窿的胶塞，再在胶塞上面插上一支用完的原子笔做风向计的左，我们还可以在瓷砖上面加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跟住将一个由卡纸剪成的箭嘴黐在一支试管上，再将试管套在原子笔上面，然后将个风向计放在有风的地方。将个左对啱方向，咁就用得噶啦。风向计喺有风嘅时候会转动，箭头所指嘅方向就系风吹嚟嘅方向啦。或者，你有冇注意到香港夏天多数吹边一个方向嘅风呢？多数系吹南至西南风。嗯，咁喺冬天呢？冬天多数系吹北风或者东北风嘅。是的哥哥，我时时听人讲季候风，究竟是什么来的？季候风就是季节性的风，这些风是由于海洋和陆地之间的温度差别而形成的。在夏天，香港以北的大陆比较周围的海洋热，而海洋上面的空气比陆地上的冷，所以风由海洋吹向陆地，而且由于风带着由海水蒸发出来的水蒸气。在冬天，大陸比較海洋寒冷，海洋上面的空氣比陸地上的暖，所以風由陸地吹向海洋，而且由於空氣裏面水分比較少，風是相當乾燥的。天氣報告的時候時時提到幾級幾級的風，究竟是什麼意思啊？哦，那是表示風力大小的一種方法來的，而現在國際通用的風力分級方法是将风力分为零至到十二级，一共是13个等级。零级就是冇风，一至二级就是轻微的风。六至七级就是强风。八至九级就是烈风。十至十一级就是暴风。十二级就是飓风。咁风力是用咩方法嚟量度噶？哦，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空气流动得越快，风就越强啊？记得。咁系咪量度空气流动嘅速度就知道风嘅强弱噶啦？吓，今次又俾你讲啱喎。天文台是用风速计量度风速的，在风速计那里有几只好像杯那样的东西，有风那时候这些杯就会转动，风速越高杯就转得越快。天文台收集了一些关于风速、风向和其他的资料之后，还会将它们用来绘制天气图。这种比较常见的天气图亦是由天文台绘制的，在天文台度仲有啲仪器可以自动将一段时间内的风向和风速画成图表添噶。
哥哥啊，我嗰日叫你同我买嗰啲露营用品同埋食物，你都唔好买住啦。点解啊？你改变咗主意咩？咧咪就系天气报告话有一个台风正在吹向本港咯，未来几日嘅天气都会变坏添啊，所以我同阿波佢哋决定迟啲先去露营咯。系咧，哥哥，究竟台风同普通嘅风有咩分别噶？台风其实系一股旋转得好快嘅大气涡旋。香港喺夏季或者初秋，即系六月至九月之间，久唔久都会受到喺太平洋同南海上面形成嘅台风吹袭噶。在人造衛星圖片上，我們所見到的颱風是這樣的，它的直徑通常有幾百公里，一股颱風經常會以時速十幾公里的速度移動。颱風有一個中心區叫做風眼，有颶風繞著風眼吹，颱風中心附近的風力可以達到每小時110公里或者以上的。台风来临有咩先兆噶？通常天气会好闷热，天空远处会有啲勾形嘅卷云，天气跟住就会越嚟越坏。当台风逼近嘅时候，啲风力就会继续加强，至到烈风甚至飓风程度。这个时候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嘅。由于台风通常夹带住好多雨云，所以佢经过嘅地方都会有大风大雨噶。哥哥啊，听讲话台风经过嘅时候会一段平静嘅时间嘅。系啊，台风中心经过嘅时候会暂时平静嘅，但系当风眼过咗之后，我哋又会受到飓风嘅吹袭噶啦。台风嘅破坏力非常大，例如令到木屋倒塌，吹倒棚架，破坏树木，同埋令海上面的船隻翻沉或者搁浅。有时啲狂风暴雨仲会导致山泥倾泻，造成人命同埋财产损失噶。既然台风嘅破坏力咁大，我哋要采取乜嘢预防措施先至可以避免损失呢？我哋要检查门窗，睇下佢哋有冇破损，及早将佢哋修理。啲可以被风吹喐嘅嘢，好似花盆啊咁，都要修好佢噶。另外又要检查坑渠有没有雨塞，以免落大雨的时候会水浸。到有台风吹袭，很多店铺都会关上铁闸，以免受到破坏。哥哥啊，天文台是用什么方法知道台风的位置的？他们是用雷达来探测台风的位置。现在科学发达，我们还可以利用人造卫星监视台风的动向。天文台仲同世界各地嘅气象中心组成一个通讯网，交换关于台风同埋其他气象嘅资料，所以佢哋可以喺第一时间知道台风嘅位置同动向，及时向市民发出警告。或者虽然风有破坏性嘅一面，但系人类凭住智慧都可以利用风嘅力量嚟造福社会嘅。系咯，我哋可以用风力驾驶帆船，放纸鹞，玩滑浪风帆添啊！唔知咁添啊！有些国家还利用风力推动风车磨粉，另外有些风车呢还可以用来发电。你讲了这么多东西，不如休息一下先吧。等我播放首有关风的歌给你听一下。好啊。